头，我看你这多高，他身高不行，我跟你说。我老乡说过，身高不够，头发凑。哎呦，这都，对对对。那个预言，你觉得他老乡说这句话是给谁打广告呢？给我打广告呢？这么不要脸的？你头发高，我头发高，你那头发，你家头发没有个高啊？你俩别打了啊，都是亮灯的是吧？啊，你们俩都是亮灯的，能看出对姑娘很感兴趣。咱接下来要看一下姑娘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，一起来看。站好，写住。